北灯会在台中，棒球经典在台中，中华队加油。大家，然后现在，那因为我
所以我今天很兴奋，可以看到有很多兔子的灯会这样子。然后我很喜欢旁边那个最大最大的萝卜田，然后那个是全台湾最大的萝卜哦。哇，祝你生的，哇，祝你好运哈。好，那奶昔，哎。灯灯快来看灯，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主灯，听说是机械式的，然后的很像实在可以看到主灯的人。我们的主灯呢是全台湾最大的水上动力机械啊，所以那个兔子呢，它是这个水上动力机械跟全台湾首创唯一而且最大的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小易。Thank you.
非常舒服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逛逛展会，然后在旁边的夜市吃吃晚餐。那像今天的那个我们的球员名单都已经出来了，然后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台中洲际棒球场帮中华队加油，然后也请大家敬请期待。在台中第三句哈，棒球经典在台中。那最后一句我们大家一起喊中华队加油，然后比业哈，因为今年是兔年，所以比业哈。大家很简单，大家只要一直喊在台中，最后中华队加油就好了哈，剩下都是我的事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最香灯会在台中，最美灯会在台中，棒球经典在台中，中华队加油。我们再一次啊，海燕，我们跟台中好棒，好吗？台中好棒是，我们来考验我的记忆力。好，那台中好棒，我们放最后一句嘛哈。好，那好 ，OK， 我们再一次哈，好，来，三，最香灯会在台中，最美灯会在台中，棒球经典在台中，中华队加油，台中好棒，耶！我你们站一点哦。我们在往左边走。小心啊，大家千万小心秩序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谢谢各位，新年快乐。长出来的鱼角蝎啦、蜻蜓啦，都是会动的哦。